好，来乡亲的新闻，一开始来看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河尾路段，14号是来发生着堆浓的车祸，造成一死一受伤。较合的是15号下晡，又阁发生5台车的堆浓车祸，警消总共是派出8台救护车前往抢救，其中2个人抢救了后，也是宣告不治，另外5个人是轻重伤。国道三号南下河尾路段，15日暗头发生5台车连环堆浓事故，车体严重变形，救护人员到现场将受困的民众救出，有2个人当场失去喘气、心跳，送便衣抢救不治，另外有5个人轻重伤。消防局接获报案之后，出动消防车及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有5台车辆发生车祸，救护人员发现现场有3名。受困，经抢救后于17点17分全数脱困，合计重伤有5人，轻伤2人全数送医。就伫咧事故发生的前一天，同一个路段也发生3台车堆浓车祸，造成1名货柜车驾驶死亡，2件车祸地点敢若距离100公尺。目前车祸原因拢伫咧等待调查厘清。警方表示，事故路段为容易塞车路段，每到上下班尖峰时刻，车流量拢较大，也呼吁驾驶人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并且注意车程的动态，以维护自身的安全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